姐妹早安，让我们一起可以来敬拜赞美神。十字架是显明神爱我们的记号，我们感谢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。感谢你的十字架，感谢你付上代价，担当我罪和羞愧，使我完全，赐下奇妙恩典。感谢你无比大爱，感谢你钉痕双手，宝血洗净我无悔，使我了解你完全包容赦免。Yeah.
我们赞美你，你配得，你配得一切的颂赞跟赞美。主，你是坐宝座的神，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里，来到你施恩座前里，我们要来敬拜你。主，我相信你是施恩的主，主啊，你要赐下恩惠与怜悯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把你当得的荣耀，把我们的冠冕再次献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愿你得着一切颂赞、荣耀、尊贵。我们将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弟兄姊妹平安，平安。我们来谈论神的旨意，我们活在神的旨意中间，何等的喜乐，何等的美好。好不好，我们再来宣告这十个我们的经文里面，我们一起 来宣告。第一，我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查验明白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阿们。我定义不用无知的言语，使父神你的旨意隐藏拦阻暧昧不明，阿们。我决心不为自己废弃藐视至高者的旨意，愿从心里乐意遵行神的旨意，阿们。面对不同的看法争议，我们共同的决议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，阿们。求主帮助我们的祷告恳求都是照神旨意求，阿们。我们要效法耶稣，以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，成为我们共同的食物，阿们。求主使众圣徒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并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，信心充足，能站立得稳，阿们。我要效法大卫，成为合神心意，凡事遵行你的旨意，按你旨意服侍我这一世代的人，阿们。我愿忍耐行完神的旨意，不从人的情欲，但从神的旨意度余下的光阴，阿们。我要效法保罗，对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的，阿们。盼望我们能够按神的旨意，能够来行完神的旨意，度余下的光阴。我们今天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、十八节，我们一起念来：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学习，让我们不只是不住的祷告，让我们来凡事谢恩。谢恩不只是一个美德，谢恩不只是一个操练，感谢谢恩是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，而这一个旨意是善良的，是纯全的，是可喜悦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。我们感谢主，神的旨意是这样的清楚：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弟兄姊妹，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凡事谢恩不只是一个客套，让我们的凡事谢恩不只是一个表面，让我们凡事谢恩不只是一个礼貌，让我们的凡事的谢恩，我们的感谢是很深的，让我们的感谢是有重量的。弟兄姊妹，
在这里说凡事谢恩，凡事是什么？就是每一件事。当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，让我们不但感谢，让我们能够凡事谢恩，甚至好像看起来不是很好的事，别人那些事会埋怨，但是我们却能够为那些事我们来感谢。弟兄姊妹，有一些时候我们在一起小组的聚会，或者是我们在教会的一些聚会中间，我们有一起要来做见证，感恩的见证，但是有一些时候我们好像想了很久，不知道怎么样感谢，好像想不出可以感谢的。有人说好像牙膏用完了，好像在挤牙膏一样，挤啊挤啊，挤了半天挤不出来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每一件事我们都应该感谢，而且那一种感谢是有很有深度的，是很有重量的。我想假如我们把它当作一种宗教，当作一种习惯，我们常常说是我们吃饭我们要谢饭，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谢饭？有一些时候我们甚至在那里讨论，到底我们假如要出去夜市要出 很多摊，我们到底我们要不是每一摊我们都要感谢，甚至有人说这样的这个50块以上的我们感谢，50块以下不要感谢，热的我们感谢，冷的不要感谢。其实凡事谢恩是神的旨意，凡事谢恩乃是我们从心里面发出我们的感谢。其实假如我们知道凡事谢恩，其实我们不只是要谢饭，其实一杯水，那一杯水其实比饭更宝贵。我们可以一天两天三天不吃饭，但是我们很假如一天不喝水，那个水其实比饭，我们不但要谢饭，我们为那个水我们要献上感谢。其实空气，我们现在能够呼吸空气，其实空气比饭比水更宝贵。我们 为神给我们仍然能够有空气，我们能够呼吸空气，我们应该来献上我们的感谢。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很熟悉耶稣讲到十个大麻风，当十个大麻风来到耶稣面前求医治，耶稣医治十个大麻风，他们都得到医治了，但是后来回来感谢的只有一个。我们会常常好像在那里觉得，为什么只有他感谢，为什么其他九个人没有感谢？是那一个来感谢的，他应该感谢，其他九个人应该感谢的也应该感谢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大麻风，我们难道不应该感谢吗？不应该更要感谢吗？为什么大麻风得到洁净才要感谢？为什么我们生下来到现在我们没有大麻风，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不需要感谢？弟兄姊妹，假如我们知道凡事谢恩是神的旨意，我们病得到医治我们要感谢，我们没有病我们更应该感谢。我记得有一次我里面好像有这个感动，当我到大医院的时候，我在那里当我经过皮肤科，我就为皮肤健康感谢，我经过耳鼻喉科，我就为耳朵为鼻子为喉咙为来感谢。神啊，感谢你让我的鼻子，让我的眼睛，让我的耳朵，让我的喉咙是健康的。经过骨科为骨骼每一个骨头来感谢，经过心脏科，经过肠胃科为肠胃祷告为感谢。弟兄姊妹，有一些时候我们真的好像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好感谢的，因为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病得到医治，
弟兄姊妹，假如我们觉得病得到医治才要感谢，有一些时候只好神只好说，那你只有这样才能够感谢，就让你生病一下，不然的话你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感谢。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知道爱迪生的见证，爱迪生他有一次他实验室烧了爆炸，第二天当他看那个整个烧掉了，后来很多记者 来访问他，问爱迪生说，你这个实验室炸了你有什么感想？他说，我感谢神，这个烧掉了让我可以从头来，我错的我可以从整个烧掉，对的我也可以靠神从头来。那他们记者就说，哦，你相信神，你再这样也感谢神，那你为什么，假如你相信神，为什么让你的耳朵现在越来越听不见，我们要很大声跟你说。他说，我感谢神让我的耳朵越来越听不见，我听不见人家说我的负面的话，我不会灰心，也听不见他们赞美我的话，不会骄傲。他们就说，你是很伟大的发明家。他说，我不是发明家，我只是发现神所创造的。他们就问他说，你最伟大的最大的发现是什么？他说，我最大的发现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他说，他们问说，你难道圣经都明白吗？他说，我不一定全部明白，有一些我不明白。他说，你最不明白的是什么？他说，我最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神要爱我，像这样的人他还要爱我，我充满了感谢。弟兄姊妹，有一个家庭，他们到教会聚会，回去的时候看见 家里面小偷进去了，但是他们一起，他们看见了，他们最先很惊讶，哦，小偷进来了，偷了一些东西，但是他们在那里看，但是他们学习凡事谢恩，感谢神。当小偷来的时候，我们不在家，所以我们没有人受到伤害，感谢神。小偷来的时候偷了这些东西，但是都是身外之物，感谢神。有一些偷了，但是有一些很宝贵的没有被偷，感谢你。最后他们感谢你，是小偷偷我们，我们不是我们偷他们。我们要学习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。不但是这样，我们要借着这里说，凡事我们要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。有一些时候我们祷告不住的祷告，但是我们 不会加上感谢。只有我们祷告祈求和感谢，神就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我记得23年前，当我有淋巴癌，我们为这个事情有一些的好像忧虑困扰，但是有一次周师母祷告的时候，神给他这一节圣经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把你所要的告诉神，我就赐给你们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神就问周师母说，你要什么？他说，我要一个健康的丈夫。感谢神，在过去23年，神让我健健康康的继续侍奉神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不但是不住的祷告，让我们凡事谢恩，让我们经历我们一无挂虑，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就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好不好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啊！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主赦免我们，没有凡事谢恩，反常凡事埋怨，怨天尤人。对于神医治我一切疾病，赦免我一切罪恶，救我脱离死亡，这一切的恩惠，我们常忘恩，没感恩。求主帮助我知道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是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你的旨意是如此清楚简单，求主帮助我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并从心里乐意遵行你一切的旨意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求主来施恩，
帮助我们在教会每一个信徒，人人都能够谢恩，天天都能够谢恩，处处都能够谢恩，凡事都能够谢恩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的心中面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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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啊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把台湾的众教会众圣徒交托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，主啊，让我们都可以活出你的旨意，主啊，就是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哦，主啊，求你今天圣灵充满浇灌在我们的当中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让我们更新我们的想法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换一颗感恩的心。哦，主啊，求你调整我们的眼光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想你所想，说你所说。主啊，我们相信凡事谢恩，主啊，不是凭口说，主啊，乃是一个生活态度上的一个转变。哦，主啊，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，哦，主啊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你的样式。主啊，求你来祝福我们，人人谢恩，天天谢恩。主啊，不只是处处谢恩，也凡事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阿门。我们为特别为受苦患难的教会的圣徒，让我们能够效法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，他们在患难中，在生离死别中间，甚至在撒旦的运动中间，能够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，我们特别为患难中的教会弟兄姊妹来祷告。谢谢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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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说凡事谢恩，甚至是为着在受苦的环境、困难的事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说仍然的谢恩。主啊，因此我们今天早晨为着受苦当中的教会，在患难当中的圣徒来到你的面前祷告，主啊，赐给他们那个能够谢恩的根基，主啊，那个喜乐的根基，主啊，让他们能够效法保罗的生命，帖撒罗尼迦信徒的生命，主啊，当他们面对在任何患难的环境、生离死别，甚至是撒旦运动当中的迫害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赐给他们那个喜乐的心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的谢恩，主啊，因为你是胜过苦难的主，而你拯救了他们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哈利路亚。我们这时候我们特别，我们来关心，也来为特别在这一段时间动乱，长期的动乱，在泰国，在乌克兰那边的教会信徒，我们来祷告，求主赐给在泰国的教会，特别在那里的传道人，在那里的同工，他们求主赐给他们根基性的喜乐，能够感谢，使他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，让他们的教会能够在这样的里面能够不住的祷告，常常喜乐，凡事谢恩，而且合一在一起，连接在一起，成为荣耀的见证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做我们赞美你，要为泰国的教会，为乌克兰的教会，接受你的祷告，主啊，在我们的患难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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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主啊，在我们的我们在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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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主，我们赞美你，特别为在长期动乱的泰国来祷告。主啊，他们在政治经济上一个动乱，主啊，导致整个国家主啊在一个亏损的当中。我们也特别为在乌克兰也在政治经济主啊长期的动荡当中里面，主啊教会也会在那里受到影响。主，我们求你格外来保守，也为这两个国家的教会来仰望你。主，你也来保守，让他们的传道人主啊也能够带下属天的信息，让他们面对各种患难当中里面，主啊能够来领受根基性的喜乐，靠主常常喜乐。主啊也能够在各样哦，主啊无论是很艰难的事情、困难的事情，他们都能够来谢恩。主，我相信你与他们同在，你会来保守他们，也会在基督耶稣里面把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来赏给他们。主，我们恳求你自己哦，主啊让他们的心怀意念来领受哦，主啊平安住在他们的里面。主啊赐下根基性的喜乐，根基性的祷告，根基性的那种谢恩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祷告奉主的名，阿们。神